6月初，王一博应品牌方邀请赴珠海进行了赛车车体验。直到今天，品牌方当初赛场记录视频，王一博在赛车上的逆天实力暴露出来。这是王一博第一次进行正式的赛车体验，更是第一次驾驶这辆奥迪 R8。 在视频里，赛车仪表盘上展示了王一博的圈速成绩，最快圈速居然达到了1分36秒27。小编随便找了两场ChinaGT 赛事的最快单圈，国内最高级别场地赛事，职业车手以相同车型 R8 相同场地 Zeke 相同组别 GT3 跑出的全场最快圈速大概在1分35秒左右，难怪前几天品牌总裁潘君临大夸特夸王一博。 说他是天才，第一次就能跑到这样的圈速，这样的天赋真的是惊人。不知道王一博以后会不会解锁赛车手身份呢？